这是一架能做到真正隐身的直升机，即便它被两架眼镜蛇直升机紧紧咬住，它也没有丝毫想要逃避的意思。就算对方瞄准它开始射击，它瞬间可以轻松实现肉眼不可见的状态。这把对方飞行员整得一脸懵。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，就在他们四处寻找直升机的踪迹时，这时的直升机已经悄悄飞到他们后方，等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隐身直升机对着其中一架眼镜蛇就是一阵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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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很快眼镜蛇就被击中，而另一架眼镜蛇看到这样的情况。 只能快速逃走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一切还要从三天前说起。一伙反叛分子偷走了一架刚研发出来的隐身飞机，然后他们利用飞机优越的隐身性，向东京湾北部的彩虹大桥发射了一枚不知名的导弹。大桥瞬间被拦腰截断。事后，防卫部门通过当时的录像，经过两天两夜的分析，他们发现袭击者驾驶的正是特科二队被盗的幽灵隐身飞机。很快，队长通过情报获得了幽灵的藏身之处。为了尽快找回幽灵，队长在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下，私自带手下准备潜入反叛分子的基地。 而且还在基地外布置了一把超大的左轮炮，在获得情报人员传回来的信息后，他们立刻对基地展开攻击。接着，特科二队快速进入到基地内部，没想到他们刚一进入就遭到反叛分子统一压制，没办法，他们这时只能请求外面的左轮炮火力支援，但左轮炮的射击精度有限。 这时队员管不了那么多，让他们修正20度后直接开炮，同时自己快速窜了出来，对着反叛分子一顿火力牵制。就这样过了1分钟，火力支援就到达现场。结果直接把他炸飞数十米远。好在他反应快，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。接着他再次通知外面的人员修正10度，继续开炮。可这时左轮炮的榴弹已经用完，情况紧急，他们只能先用普通弹药开炮。 没想到普通弹药火力竟然这么差，直接把一旁的特科队员看傻眼了。队长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只能通知队员先撤退，因为他知道防卫部门的人一直在追踪他们。结果真如他所料，防卫部门的车辆已经赶到了现场。等他们这边的人员刚下车，基地内的幽灵直升机已经开始启动引擎。反叛分子散开后，直升机的机翼被快速弹了出来，然后迅速调整好机翼的段位。 接着发动机开始高速旋转，不到30秒的时间，直升机就通过机身的显示屏调整到隐身状态，随后连续发射了多枚火箭弹，瞬间就炸开了基地的外墙，同时快速从里面飞了出来，对着地面人员一顿疯狂火力输出。当防卫队朝着他射击时，他立马上升高度，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基地内的反叛分子趁乱快速冲出，并且还不停的扫射。 很快就冲出了防卫队包围圈，尽管他们马上冲上去补枪，这时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他们顺利躲开了防卫队和特科队的追捕。在路上，他们还不忘给直升机补充燃料，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。当燃料补充完毕后，驾驶员放下头盔，隐身飞机迅速起飞。这次他们竟然要袭击特科二队的左轮。